北边三世最后一天，吴磊穿白衣轻松从容，宋祖儿素颜灵气足。3月13日是北京电影学院2018艺考三试的最后一天，吴磊、宋祖儿、杨希子等现身考场。被问及发挥的如何，吴磊表示因为今天是下午考试，所以感觉很轻松。宋祖儿则说因为自己刚刚录制完节目就赶过来，所以特别困，有时差。吴磊穿白衣轻松自如。